大跳摇滚手表，虽然动作有点不协调，但还是获得小朋友的喜爱。左边，中间。同一时间，老东家群星睿智由柴智屏率领大家写春联，独缺王大陆是否有遗憾？柴智屏、柯震东转移焦点。我们有人没有来吗？对不对？力扬没有来。他要干嘛？要投票。投票来这边就好了。因为基金会他们负担压力也很大，所以我们敲的时间刚好。今天就有时间，对啊，没有特别说我就是要定这天。王大陆强调包场公益活动和柴姐同一个时间，不是刻意要和柴智屏拼场。面对两人未解的合约纠纷，柴智屏转个弯要王大陆守规矩，希望娱乐圈的规则被树立起来哈。然后那我觉得个人没有任何的不开心，她很好，然后很可爱，很漂亮，然后很大方的一个女孩子。因为我基本上有戏都是跟她在一起，然后就很舒服啊。接拍张艺谋新戏和霍建华、马苏合作，王大陆相当开心。博柴智屏表示，已经透过大陆的法务团队进行了解，双方谈不拢，只能对簿公堂。记者黄一文、刘亮亨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